老师好。哎，陆柯燃，来说说你的故事吧。在成为明星之前，你是谁的粉丝呢？在成为明星之前，我很喜欢薛之谦和易烊千玺。哼，易烊千玺和薛之谦哦，那是什么契机让你成为他们的粉丝呢？首先薛之谦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听过他的一首歌叫《认真的雪》，然后后面他也很搞笑，然后千玺是因为看他的舞蹈，然后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很可爱。哇，你好不要脸哦！你有没有因为追星做过很多让你难忘的事情？说过听听看呢？难忘疯狂事情就是会疯狂的听他们的歌，然后加到自己的歌单里，每天睡觉之前都听，早上起来都要听，干什么都要听。对，然后千玺的舞蹈是每天都在看。那你能表演一段你的偶像的歌曲或者是 solo 什么给我瞧瞧吗？改变和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。啊，停，不要唱了，唱真的好难听。那个，你的偶像对你的艺人生涯有什么影响呢？专业精神就是很影响我。然后呢，薛之谦是一个很深情也很专一很坚持自己梦想的人。然后易烊千玺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懂礼貌的人，对，然后很影响我。我希望自己能变成这样的人。如果见到你的偶像，你会有想对他们说什么吗？我能跟你拍张照吗？能加个微信吗？如果在未来你会成为一个 super star， 你有什么想对你的粉丝说的呢？我希望我的粉丝们能坚持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做一个专一而且很深情的人，然后为了自己梦想不放弃。